喜欢玩暴力游戏的玩家赶快过来吧，安娜要介绍你这一款达克布拉德，让各位玩家呢可以把吸血鬼打得是血肉横飞，又爽快又暴力，所以喜欢重口味玩家可以玩玩看哦。韩国游戏大厂 JCR Soft 研发在韩国大人气的线上动作游戏 Dark Blood 将会正式进军台湾咯，而这款游戏正式被定名为达克布拉德，3月15日抢先开放精英测试。游戏背景描述被后世誉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欧洲遭受吸血鬼恶魔侵略为开端，玩家将化身为勇士，为了保卫国土而展开一段冒险故事。而这款瞄准重度玩家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强调血腥的画面、搏斗杀敌的无比快感，无论是狩猎时的动作打击感，还是打怪时捡起飞剑的残酷动作写实感，都将用力冲击玩家的视觉感官。达克布拉德游戏中除了丰富的副本地图，还有多重的竞技模式，加上超暴力的鲜血四射，喜欢重口味的玩家可别错过咯。